下班里面走。你回忆了吗？哇！抢先台阶，我们来往里面走。抢先台阶，我们来往里面目前在听我们的是走了100米，设计使用年限超过100年的广州塔，它是目前中国第一高、世界第四高观光塔，塔身168至334米处，有世界最高最长的空中漫步云梯，塔身422米处有世界最高的旋转餐厅，塔身454米处有世界最高的摩天轮。广州塔是广州的地标建筑，也是羊城七八景台要新城的核心建筑。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广州塔，你会惊奇的发现，每一个不同的角度都有不一样的视觉效果。就像夜空中的少女在风中翩翩起舞，因此你得到一个非常形象的名称——小蛮腰。独家制作的小黑色的一座光艳夺目的白色建筑，大厅内采用珠江线条和穿孔网，绿色砖材原浆绿带绒立体，沿着建筑与开放部分形态拥抱珠江流水质。这就是南方电网广州变电站客户中心，这是全国首个获得国企国标绿色建筑双认证的变电站，是南方电网新一代智能变电站的示范，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。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变电站，珠江边的月光宝盒。
自行车的右侧，那高耸林立的摩天大楼群，是中国三大国家级中央生物区天河 CBD。这里是中国300米以上摩天建筑最密集的地方，在 CBD 之中有一片绿洲，那便是称为城市客厅。